没有丢掉分数。邓志伟这个球扛起来打到了中间方向的飞球上去了，小邓邓炸裂。哇，邓志伟在陈冠阳一上来之后啊，完全没有让对方反击的机会，在那边直接把小白球扛出了全垒打墙，本季个人第四支的全垒打，哇，现在也要追上了这个领先群啊，要并列的是联盟的第二名了。邓志伟本季第四支的全垒打，个人第四支，带有两分的打点，一下子帮助同一支队在冠军两分，现在变成10-4，六分的领先了。得理不饶人啊。可以说是七分的大局，上垒的全部回来，在这个半局啊，真的就是统一师最可怕的地方。对，赛前钟教练就讲过，这个追分的速度是很快的，而且制造大局的能力是相当的好。是，前面虽然说在第二局、第三局、第五局各得一分，但是有一些棒次有一点断掉。那当你换投手的时候，整个衔接起来啊，制造了一个七分的大局。邓志伟再来看一次，今年球季个人的首轰加入中职之后，就是打牛队啊，从老同学林振华的手中敲出来的，从中的，完全被他扛出去了。